大家好，我是冰的。这次来讲11月26今天更新中几个你可能会遇到的问题。首先先来到炼金术台，具体位置在主城右下角的旅馆旁。这个功能可以将在日常钓鱼中常常拿来当烤鱼制作的毒鱼变成炼金术催化剂。正所谓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那些每天钓鱼的人都在等今天啊。依照目前鱼种的稀有度，可以制作成普通、中级、高级三种催化剂，作为后续几种制作都是必备的。第一种，材料的转换，你可以把铁矿、棉布、皮革、木板之间互相转换，或者把采集到的石头转换成铜、银、金矿石，就是所谓的等价交换。第二种，药水跟料理合成，可以把加攻速、跑速的药剂二合一变成狂暴药剂，这样你可以将原本占用的快捷栏改放其他东西，是不是好棒棒呢？或者用战利品合成火、冰、毒、雷的抗性药水，或者用料理合成攻击、防御、HP、MP 的药水，可在30分内提高队伍一定的属性数值。第三种，魔法用品，可以制作钓鱼用品跟转换强化卷等。夜钓浮标假饵时效为两小时，浮标可以提高夜间稀有鱼的几率，假饵让钓鱼有几率不消耗鱼饵。香水则是在一分钟内提高20点的魅力值。你也可以用10张强化卷合成受祝福的强化卷，又或者用强化卷加炼金素材合成饰品的强化卷。10张旧地图可以合成为一张神秘地图。依照韩版的设定是，升级的地图可以提高金币获取量，以及宝石掉落率会增加，但台湾黑局特别版就不好说了。第四种，炼金，你可以把过往炼功中多余或者用不到的战利品变成一个扭蛋，有机会开到其他战利品，就是把垃圾变成另一个垃圾。是说在座的各位都是垃圾。这次更新分别开放了静谧平原、塞拉堡北部、白化之湖北部、伐木地、猎人之丘。如果你跟我一样装备跟等级还没提升，建议是先不要过去。这活动是主城每日委托的告示牌旁边一个活动 NPC， 一路给他50个营养价值高的萝卜，可换取扭蛋，里面随机有8种娃娃装饰，收集完可获得一套冬季服饰。萝卜可以在野外或者副本中的怪物身上取得，不是采集的那种萝卜，不要搞错。新增更多做不完的雕像，商城有可用100金币购买的成长资源宝箱，里面有药水、雕像、技能书、强化卷、蝴蝶等，记得购买。每日副本新增等级135-170的门槛，新的扭曲下水道副本让你有机会看到别人开金装。新增新北部下水道副本湖水之星，这次增加蛮多项目可以让玩家慢慢体验，有其他情报我会再与大家分享。影片到这边结束，感谢各位，我们下次见，拜拜。